迎收睇校际时事及学术常识问答比赛，今日系进行初赛嘅第四场，参赛学校咧就南组嘅中华传道会安柱中学，红组新界乡议局南约区中学，佢哋第一次参加，欢迎。六组孔圣堂中学都系第一次参加，欢迎。好啦，我哋开始比赛，请南组先拣题目，唔该。A 唔该。秋水边养生主逍遥游啊，系边个嘅作品啊？庄子。冇错。莎士比亚剧作《A Midsummer Night's Dream》里面嘅 Moon Goddess 叫做咩名呢？希权。叫做 Diana。数学题 A 三次方减一同 A 平方减一最大嘅公因数 HCF 系乜啊 ？A 减一。冇错。透光體 A 的折射率是 1.5， 透光體 B 的折射率是 1.8， 問光速在哪個透光體比較高呢？ 1.8 那個、錯了了，應該是 A 第一個才對。地理題高溫導致的岩石變質作用稱為什麼呢？火成岩。是熱力變質作用。在熒光幕圖中顯示 AB 以相同資源可以生產到的物體，A 在哪种货物的生产上有相对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 B 是 Y。 老族 halogens 的原子最外层有多少个电子？七个。没错。运动时人体哪个细胞最有可能进行无氧呼吸呢？ A 骨， B 肌肉， C 神经。B 没错。1914年德国取到哪个国家攻打法国？比利时。没错。看熒光幕 ABC 三部分體積比是多少呢？1:2:6。1:7:19。清代考試制度，考生必須經同事、鄉市、會市和什麼市答埋佢呢？電視。沒錯，你們暫得的分數是220。紅組 C 啊，麻煩 C。 最重要爭取時間，第一個回合《卜居九章如虎》呢三篇文章是哪个的作品啊？屈原。冇错。莎士比亚剧作《A Midsummer Night's Dream》里面的 Queen of the Fairies 是哪个啊？希权啊，唔该。系 Titania。数学题 A 三次方减一同 A 减一的平方，对唔住，等我重复。A 三次方减一同 A 减一的平方最大的公因数 HCF 是几多呢？A 二次減一 ，A 減一就得噶啦，錯咗。兩種液體 A 同 B 分放喺大小相同嘅杯，從上望下，液體嘅深度似乎較 B 嘅液體深 ，A 較 B 液體深，邊一個液體嘅折射率較高啊？上面啊？應該係 B。如果你話上邊，就當你 A 錯咗啦。地理題，而家天文台量度氣壓嘅單位名稱係乜呢？HPa， 冇錯。喺熒光幕圖中顯示 AB 以相同資源生產到嘅物體 ，A 生產一個 X 嘅機會成本係乜啊？S 啊，係0.4Y。簡土金屬 alkaline earth metals 嘅原子最外層有幾多嘅電子啊？一粒。係兩個。選擇題，下列邊樣唔係白血球喺身體內負責防衛嘅功能呢 ？A. 吞噬外來粒子 ，B. 啟動血液作用，答埋佢嚇 ，C. 產生抗體。B 啊，冇錯，你哋暫得嘅分數係160。好啦，到六組，相同中谷爭取時間。孤憤、五度、雪難呢三篇文章係邊個作㗎？棄權啦，係韓非子。莎士比亞劇作《A Midsummer Night's Dream》裡面嘅愛神 Love God 係邊個啊？棄權啦，係 Cupid。數學題 A 三次方加一同 A 加一嘅三次方最大嘅公因數 HCF 係幾多啊 ？A 加一。冇錯，三棱鏡 A 嘅折射率係1.3，三棱鏡 B 嘅折射率咧係1.6。邊一塊棱鏡比較易產生全內反射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B 啊。冇錯，地理題。地面的温度低过高空空气的温度，咁嘅情况称为乜咧？气旋啦，唔系 temperature inversion。
睇熒光幕圖中顯示 AB 以相同資源生產到嘅物體，根據相對優勢定律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邊個應該專注生產 X 呢？氣權啦，係 B。鋁金屬 Alkali Metals 原子最外層有幾多個電子啊？七個啊。係一個。有氧呼吸同無氧呼吸啊，有邊種相同嘅原料啊 ？A 葡萄糖 ，B 蔗糖 ，C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 A 先正啱。1917年，哪个国家介入促成第一次大战结束啊？美国。美，冇错。睇荧光幕 A、B、C 三部分曲面面积比系几多啊？弃权啦。系1:3:5，啱啱够钟，你哋站得个分数亦都系160分。而家第二个回合啦，请先睇片。1994年的区议会选举，人口统计范围包括所有香港居民和暂时离开香港前往中国及澳门的香港居民，但是军人、旅客和越南船民是不包括在入面的，所以今年的区议会估计人口超过590万。在今集我们会介绍南区和北区的选区概况。南区辖下有选区16个，区界划分东起南塘海峡以西，南至黄麻角及双四门以南，西至沙湾以西，北至猎高逊山及黄泥涌峡以南。在南区的16个选区之中，石澳区曾经要求成为一个独立的选区，但是鉴于石澳区人口密度低，所以委员会将这一区归入赤柱及石澳这个选区里面。南区估计人口接近26万，选区议席16个。北区辖下有选区11个，区界东起白沙洲以东部分海港、黄竹角咀，南至黄岭，西至马草龙以西、白石坳，北至深圳河、沙头角。北区估计人口超过20万，选区议席11个。在北区选区划分过程之中，上水围反对偏入沙打这个选区，理由是上水围一直以来都是上水墟镇的一部分，委员会有见及此，将上水围偏入上水这个选区入面，以维持社区关系和地方特色。看完片请准备抢答。开始。如果在九龙塘坐火车去到北区的第一个站是哪一个呢？南祖粉岭。没错。选择题，深水湾、南湾、龟背湾，哪个湾不是？南祖龟背湾。没错，在海湾这个选区入面。选择题，彩云、彩莲、彩云，哪一个是？彩云。南祖彩云。没错，在北区选区之一。南区最大的水塘是？南祖大潭水塘。错，是大潭督水塘。在荧光幕这个是南区哪个海滩啊？六祖天水湾。没错。南区总共有几多个选区呢？南祖16。没错。由于上水围向来都是上水墟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反对偏入哪个选区呢？六祖沙围。是沙打才对。南区有一座监狱在哪里啊？红祖赤柱。没错。选择题，华明村、天平村、凤德村。南祖凤德村。没错，不是在北区入面的。南塘海峡以西是南区哪个方向的区界？六祖东南西北，西北是，但拣一个是东。北区人口估计超过？南祖20万。没错，20万。看荧光幕这座石